边的话呢，就是待会你帮我站在体重机上面，然后到时候会麻烦你帮我踩一个骰子。民众站上体重机，好紧张，不敢看。吃火锅前还要先量体重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的是54，再乘以3，这样子。成功拿到折扣，开心吃锅。油花分布均匀的高级和牛放进锅中涮一下，一口咬下好满足。朋友推荐的，那也有在网络上看到，就是有人就是来这里吃饭，然后就说很好吃，又可以拍照。原来台中火锅业者大玩创意，推出量体重折价，只要点2688元以上的套餐，就能站上体重机掷骰子，体重乘以掷出的数字就是你的折扣。但这也让许多人又爱又恨，像是这一家。爸爸跟妈妈都要手牵手。爸爸站上体重机，69.7公斤，四舍五入70公斤，直说好像又胖了。小朋友直出五，70公斤乘以5，可以折抵350元，折好多，但不知道该高兴还是哭。目前最高折扣有85公斤又直出6的客人，折扣高达510元。但除了量体重，另一边先帮你量一下身高，我们再过来一点点。客人站在店内特制的身高墙前，身高不满160公分的小矮人就能免费吃虾。今天的话，总共会有26只虾子。这边的话，马上放地上。业者推矮子送虾，身高低于160公分，先送10只白虾，每递减1公分就多送1只，最多145公分就能有30只虾。因为那时候觉得是不可能，怎么可能送这么多？店家搞噱头，不管量身高免费吃虾子，还是量体重享折扣，都成功吸引不少民众前来，直呼赚到了。记者陈广瑞、陈诗源、张志凯、谢云珍，台中报道。